Shiny estas mi, malan estas vi, Jako estas li, Jana estas she。是不是学会了？是不是超简单？恭喜你啊！世界语第二课的内容你也已经掌握了。上音节，哒哒，跟我读 ：va、ve、vi、vo、vu、sha、she、shi、sho、shu。这个戴帽子的 s 发音就是 sh。就像我们汉语拼音里面翘舌的诗一样，不戴帽子是嘶，戴帽子是嘶，再加上咱们上节课学的啦嘞哩喽噜和妈咪咪摸摸哦，现在哦，你已经掌握了世界语的我 me 你 we 女她 she。还有男他 ，li me we she li，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刚才唱的这个歌曲，是不是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呢 ？me we li she， shiny estas me， malan estas vi。Jako estas li, Jana estas she。嗯，快递，谢谢啊。对，一会儿再拆吧。是不是不知不觉中全都懂了 ？So easy 呀、啊。好的，那么下面老师要开始加码了哦。再上三组音节。哎呦，自己读 ，k k t k k， 非常棒。接下来这个像英文字母 J 一样的字母，在世界语里面读一，短音一，所以这一行的音节就叫做 ya ye yi yo yu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把一放在后面，啊元音放在前面，这些音节应该怎么读呢 ？i a o i u i， 别等了，没有 e。好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读呢？这是一个 i 加了一个 k， ka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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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和的意思，一般用作 kai vi 和你。No， this is and you， and you 你呢？ kai vi 你呢？你已经掌握了今天所有的句型了，好吧啦。Mi estas Jenny， kai vi， mi estas 马兰，凯莉。你也是哑口哦，但是 she is a Yana， 瘦瘦瘦，把简单枯燥的对话演绎的抓马一点，是不是觉得超级的爽？接下来我们玩一个拼字游戏，来测试一下刚学了两节课的你是有多么的棒棒哒。Cattle， 喵 ；Coco， 咕咕咕 ；Fish。Voil, yupo, shuo, oculo. Bone, yes, as chio de la dua leciono. 下节课，其实本来想给大家听一下世界语的 rap 雷鬼乡村流行音乐的，但是呢，好多人都说想学大舌音弹舌。这个大舌音应该怎么练呢？如果练不出来，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学习这个语言了呢？这样吧，我去找一些俄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的大咖，教大家如何练成、弹舌音。OK， 我是神妮儿，一个会说世界语的美食主播，记得看我登峰造极的美食视频哦，一键三连再走哦 ，cheese cheese 啦 ，cheese 啦。